你结婚后我怎么办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你怎么办？你真的要跟他结婚了？不然呢？我的酒席都订好了。干嘛拿周子凯？半年前都已经跟你说过要结婚了，又不是什么新闻。其实还是蛮真的。就知道，就知道什么？一个太早熟，一个太晚熟，都跟你说了男女没朋友了吧？我们真的只是朋友了，拜托，我喜欢他都是小时候的事了。也是啦，哎呦，你们俩真的要错过了，子凯好可怜哦。讲什么啦？我喜欢你，你讲过很多次了。我好喜欢你啊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每天在这里看他打球，你不无聊？还好哎。所以呢？什么所以呢？你搞得全校都知道你喜欢他哎，然后呢？就这样啊。哎，周思凯，你喜不喜欢林恩啊？不喜欢。没关系，我喜欢你就好。那送什么给你女朋友啊？不送。为什么不送？我为什么要送？你们明星哎。有满女人啦。当然啦，我是谁，她是谁。我想。我还是买个东西给他好吧。嗯星期六去吃火锅。你没朋友啊？要不要去？你不会找你女朋友去哦？她减肥。哎呀，再看啦，她最好不要等一下又在那边乱吃醋什么的。不会啦，都跟她讲过了，我们只是朋友而已。